收看的是新锐 HD 电影台。三婆又给儿子换电器啊？是猪猪对死去的爸爸有孝心，他写信回来说啊，认识的男朋友还找到了一份职业。我也想出去找事做，叔叔不给，纸钱开道，买通牛鬼蛇神包送到，今年就有彩色电视录像机全套，明年送汽车洋楼，还有冰。爸爸妈妈，今年我就烧这么多东西给你们，明年我赚了钱再多烧点好的给你们。尿尿不要尿在火盆里，嗯，快点回去吧，你老爸找你了。哎呀，三婆，你看你呀，哎呦，着火了！见鬼了，人老了真是没用了。哎，喂，不要泼了。啊，叔叔，烧液最近烧到一半就泼灭了。为什么？鬼门关一年开放一次，那些鬼希望亲人布施，要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的话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哦，让让让让让，三婆，不要泼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啊！有鬼啊！没事，鬼。阿莲，快拿香烛过来。哦。三婆，跪下吧。行了，三婆，起来吧。三婆，他接受你的道歉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阿莲，扶三婆回去休息吧。哦，真的没事啊？没事的，天气你休息一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千万别怪我，千万不要怪我！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是啊，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先进去吧。小心而已，进酒不吃吃罚酒。放手，大王！
三婆进去。每逢初二十六，记得要烧香给他。哦。你笑什么？叔叔啊，你像道士比像警察还多。道士跟警察一样，都是替天行道的人。再喝两杯水。好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！再来点薯片。哎，给我换个烟灰缸啊！你小子表的太过分了啊！林警官吩咐要装得像一点的。谁叫你装伙计，我装客人。你这臭小子！喂，上班的时候别跟客人乱盖。你也耍我？林警官吩咐的。哼，回去再给你算账。白兄弟，当班的时候要叫我林警官，不能叫兄弟。知道了，你叫我做 waiter， 自己就弹琴过瘾。你会弹琴？不会。那得怪谁呀？手里晚上也没动静，也不知道消息是不是假的。不如收队算了。嗯。那个女的漂亮不漂亮？警官呐，现在等着要抓那些毒贩，收了队再泡妞吧。坐在那儿有两个多钟头了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觉得应该有个人陪陪他吗？想动他脑筋？我觉得你好笨呢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他有问题？你看他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么久都没动过，手一直没离开过那手提箱。喂，我们过去查问他。来，走。哎，嗯，再等十几秒了。现在跟再等十几秒有什么分别啊？曲子还没弹完呢。这队长怎么样？单身女的容易对付。嗯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杯东西不喜欢喝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我可以坐下来吗？小姐，我们是警察局的，现在怀疑你的手机箱有问题，请你打开看看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啊。
兄弟，这报告怎么写啊？怎么写啊？写倒不难，有人相信才怪呢。喂，搞好了没有？就好了。那拿来看看，看看。喂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名中国籍女子破窗而出，我2237飞身扑进去，撞得人仰马翻。啊，写得好，不错不错。你早点帮我打字啊，就不用我那么辛苦了。那倒不是，我现在替你打的是辞职信，你不改行写武侠小说，糟蹋你了是吧？喂，臭小子，你别耍我了。你不觉得那妞古怪吗？喂。这很奇怪啊，你坐在这儿坐了2个钟头了，还没查到这妞什么背景吗？啊，查过了，那妞住在东平州，有个婆婆78岁了，大家都叫她三婆。你想干什么？打电话叫她出来认识路口工喽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查案查得太累了啊？连用脑子也嫌辛苦啊？喂，别老是盯着我行不行啊？哎，那个婆婆78岁了。你叫他由东平州出来这里啊，也要让他歇几天才能说话啊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是跟你十几年老朋友，我一定跟你翻脸的，我警告你啊。喂，我们是好哥们，开个玩笑不行吗？喂，你头上有狮子啊？你头上才有狮子呢，老是跟我开玩笑，讨厌。别来闹了，打电话了，打去东平州叫弟兄们找资料，然后送报告出来给你。叔叔，叔叔啊，有时候到市区走走，人也精神多了哦。等会儿我们去搜购逛逛，顺便替你买衣服啊。不用多说了，我们替三伯认尸，然后去总部，哪儿都不去。叔叔啊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记得逛街要叔叔点头，看戏要跟叔叔一起，不可以跟男孩子聊天，除非叔叔不在。除非跟叔叔在一起。一个人来啊？跟我叔叔。哦，那倒还好。爸爸死了。是妈妈。那就惨点儿。不过没关系，你那么年轻啊，可以再嫁。你胡说什么你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弄脏你的衣服啊？有没有？叔叔，你打错人了，他是帮我擦干你衣服。大叔，对不起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喂，哪位警官来认吃猪猪的尸首啊？是我，是我。快点，快收工了。前辈啊，我是警长2237啊，我是特地来接您的。前辈，请这边。叔叔啊，不如我还是……他哪里中枪啊？哦，腿部喽。
这样啊，奇怪啊。有什么奇怪，人中了枪当然有洞了。人中枪伤口会肿起来的。对呀、啊、怎么会呢？除非他中枪之前已经死了。他中枪之前不知道多有劲儿啊，拖了我几条街呢。人死了一样会动的。死了怎么会动呢？这是关节的连锁反应，要一个死人动啊还有很多方法。哇，前辈你懂得真多啊。他的头怎么受了伤啊？啊，不知道啊，没打过他的头。验尸报告呢？哦，在警局。我们立刻去看看。哦，啊，前辈啊，请这边哈、啊。哎，请。哎，小鹏，嗯，拱柱钱该给了啊，先欠一欠呢。哎，哎，前辈，请这边啊。阿志，两杯奶茶。好的。奶茶合适吧？来杯水行了。哦，啊，一杯水，一杯奶茶。知道了。哎，林警官还没有回来啊？啊，那您到这边先坐一坐啊。啊，这报告打好了、啊，队长，这老伯干什么？什么老伯啊？东平州前辈封书啊，他当警长，你们升出来了，叫老前辈。哎、啊，您先请在这坐一会儿啊，我到那边找林警官。哎、啊，喂，招客人呢、啊？啊，四叔，水来了，谢谢。哎。又坏了！林警官，电脑又坏了！说嘛，一定是哪个笨蛋踢掉插头了。哇，干嘛穿得那么漂亮？跟你去帕特吗？是不是真的？哎，对了，林警官，这位是东平州的警官，说来找你的。哦 ，uncle， 进来吧。林警官，这报告写好了。嚯，真行啊！这么快就写好了。一定要请你吃的啊，下一次请你。嗯，啊，对不起，uncle，年轻人动手动脚的，哼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啊。哎，这位呢是东平州地段的前辈风叔啊，我们认识了，认识了。风叔好厉害的，刚才在练房啊，他用手一点那个尸首啊，尸首整个跳起来了，哇，吓死我了。我们是警察，你好像是在讲故事。什么都要讲科学根据的。前辈请坐，你们先聊啊，我还有事要办。嗯，哥们儿。嗯，对了 uncle， 我看你这次来是报告三婆的口供的是吧？是的。uncle， 警察学校应该教过你，报告口供的要诀呢就是干净利落直接快，简单明了不夸张。我看你可以开始了。一概不知。喂，安可，怎么一概不知啊？是你还是他一概不知啊？警察学校也应该教过你，判断口供要冷静分析，自己慢慢想吧。安可，我们大家都想早点破案，你这样讲话就是摆谱了。什么事啊？摆谱？要不是这些案子有古怪，请我还不来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果你所说的资料是对这件案子有帮助的，我也想听一下你的高见。你不是说想看看验尸报告的？不错，我怀疑死者中枪以前已经死了。喂，你不是说我见鬼吧？不是见鬼，他只不过是死了。子人怎么运毒啊？不是啊，刚才在练房的时候。你不要管。uncle 啊，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了，你还在这捣人迷信呢？是你见识少。那要不要做场法事来超度超度他？他不是鬼，不能超度。你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这样吧，他又不是鬼，可是他早就已经死掉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他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尸首喽。是僵尸是吧？是有好多种，死了很久而变成僵硬的呢，就叫做僵尸；死而不僵的呢，就叫做行尸。我怀疑有人利用行尸运毒。我跟你说，停住。冯老四，听见有人在说神道鬼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
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点没变。嗯，站着干什么？不用办公啊？不是啊，长官，我们在谈一件案子。风叔说，可能有人利用形势运毒。胡说！身为警务人员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荒唐的话？我先走了。想不想听听这件案子呢？那么多年不见，到我的办公室叙叙旧吧。林警官，你也进来。是，长官。这份文件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签个字吧。还是那么犟，要是当年你不是那么多原则，这个位子早就是你做的了。原则就是原则，没得改的。嗯，好吧，暂时就放在我这儿吧，你喜欢什么时候签就什么时候签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，林警官。是，长官。这件案子已经列入高度机密，除了你那组人，不可以跟任何人说。是。验尸报告已经送回来了，根据分析，那个女死者在案发前七天已经死了。不会吧，那个验尸官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喂，老四，这种案子你是专家，你怎么看呢？长官，你相信他？当然了，当年他跟我拍档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捉贼快，破案快，不知道破了多少起案呢。你不用嘴巴甜，这么大帽子我戴不起。林警官，撤销这件案子，当面发生过，把尸体给烧了。是，尸体不能烧。哎，慢点。不过这尸体摆在这儿，会令人怀疑的嘛。把尸体给葬了。葬了尸体就没有线索了。哎，合理啊，别葬。你不用跟我耍花样，替天行道的事我一定会做。嘿，那可太好了。不过水落石出以后要把真相报告上去。哎，没问题啊，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嘛。林警官。是，长官。从今天起，风叔跟你一起查这件案子。啊，跟我？还有啊，为了方便风叔不用太过奔波，风叔搬到你那儿住。不是开玩笑吧？就这样了。喂，长官，我这是个命令，出去。是，长官。对了，长官，你说他办案快，捉贼快，怎么干了那么多年还是升不了官呢？不错啊，他办案快，捉贼快，可是我说漏了一句，背黑锅更快。他的外号叫做龙卷风，所到之处连根拔起。那，你替我看着他。那你要让他查这件案子啊，只有他才能办。OK， 再见，长官。叔叔啊，看我这条裙子好不好看？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风叔，好好吃，吃一个蛋糕啊！客气啊，给你倒茶。你谁请吃蛋糕啊？嗯哼，他新来的，正点啊。哎，安口啊，你不是故意整我吧？啊，我跟你也没有。风叔的侄女啊，你不知道。长官说什么？长官说叫他跟我们一起查这件案子，还要在我那住呢。那你有没有答应他？我当然不想他来了。不过现在呢？嗯。Hello。我还没有女朋友呢，你不要跟我争啊。喂，那就看谁有办法了。咦，这门不是钥匙的？这就是钥匙喽。哎呀，哎，急死了！这是新科技啊。嗯，哎，别挡着我。进来。随便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
托你顺手关门，拜托。人不想人锁，不想锁。安口啊，如果不合适住呢，那就不要勉强了啊。叔叔啊，锦衣好漂亮。是吗？是哪一条？拜托人了，拜托人了。通了。你干什么？看掌纹比看鱼好吗？看掌纹。帮我。咦，鱼缸怎么在那儿？哎，对了，欢迎试用。好啊。没洗过澡啊。安口啊，我们年轻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无拘无束，那边厕所，那边睡觉，这边洗泡泡浴，我看不合适你老人家的。哼，有什么好啊，空空的。前辈好。这样吧，安口，路口那边有间宾馆，最合适你住了。你要钱吗？来。这儿300块，免息贷款，哎，不还也可以啊。这儿好住吗？前辈，我那有的是地方。啊，那倒好啊，我可以省回200块。那这100块够你坐计程车了。哎，拿去吧。来，阿林，帮我拿双拖鞋来。哦。哎，好了，既然你喜欢住在这儿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我先洗澡了。啦啦啦啦，老鬼又不肯走。哎呀，你要洗澡你就快点啊。叔叔啊，拖鞋。前辈啊，不如去我那儿住，我那地方大着呢。嗯，把拖鞋收起来。绿头鹰，绿头鹰，爸爸是个老妖精，哥哥。走了。还没走啊。你们拆房子！哎呀，哎，搞什么鬼呀？喂，哇，你们搞什么呀？喂，你们停手啊！你们别用这个！喂，你搞什么呀？啊，你小子！喂，安口，你好过分呐！这是我的家。喂，安口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快点给我把灯台拆了。每日一静，心朗气清。喂，前辈特地来替你改善家居风水的，你走运了。你小子帮外人也不帮自己人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想打架？走，走，走啊！你小子可别想近水楼台啊！我给你大头鬼。我拿衣服的，前辈，我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。走啊！喂，安口，我睡哪儿啊？厕所、浴缸随便你了。好。哎，安口，安口啊！你拿出来啊！什么 ？Remote Control 啊！我听不懂英文了。不拿出来，我翻脸了。叔叔啊！还不睡？你过来啊！安口，你先拿出来。受不了你啊！怎么了？陌生地方睡不着啊！哎，属羊好了。你好像平常那样唱歌哄我睡呀、啊？好了好了。小小的羊儿呀，唱一句，唱一句哦。哎、睡了睡了。
啊，你不做歌星太可惜了。睡觉也要讲技巧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我习惯做睡前运动的。哎，好啊，我泡杯浓茶，看着你慢慢做。哎，咦，泡浓茶，我冲咖啡。干什么？昨晚上做贼啊？还没睡醒？体坛做法。哦，嘿嘿，喂，世上的事真奇怪啊，你跟他合不来是吗？我不知道跟他多合得来啊。你合得来你的事，我受不了他。前辈早上好。前辈，我们怎么开始啊？我们去尖沙咀逛公司啊。前辈，前辈啊，你究竟带我们去哪里啊？啊，这里是猪猪的男朋友艾迪开的，你们不知道啊？Uncle 啊，你有行动早点通知我们准备嘛。进私人地方要搜查令的，搜查令啊。没有搜查令就不用查了吗？喂喂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跟着他了，不然会搞得一团糟的。What can I do for you？ 前辈啊，这种小事我来应付行了。Excuse me， I want to go inside to see。Okay, okay. I want to join your club. I'm police. 这里不是警察会啊。喂，你别那么嚣张啊！小姐，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科的。最近我们怀疑有人使用假钞票，为了避免你们受损失，请你跟我们合作。哦，好的。请你打开信箱看看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。有问题啊？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的啊。是谁给你的？好像是阿强给我的。杀手强？您不要开枪啊！他常常给你钱花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很熟的。这样吧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趴下，趴下。哦哦哦哦哦。谢谢你们啊。趴下。前辈，您请进呢。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，一会儿有什么动静站在我们后面。你怕？是啊，怕照顾不了你呀。前辈啊，这种小事情我们做行了。哎，老兄，你等一等啊。请问艾迪在吗？是谁找他呀？我们是警察。警察？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保持冷静。喂，找谁呀？哎，你在吗？等一会儿。哎，对，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，喂，喂，会员才能进来啊。哦，我们是警察，现在为了查一件案子，想跟艾迪谈谈。你他妈的警察了不起啊！我叫他大强啊！你冤枉我用假钞票，证据呢？拿出来啊！证据呢？来，艾迪在里面。没有证据，警察敢怎么样啊？香港是讲法律的。罚你妈！哈！你他妈的骂我妈！哈！哎呦！喂，打警察！哎，快点！靠前！
线钓大鱼，可惜忘了下鱼钩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回去再找线索查好了。干什么，前辈？伏击追踪法。神经病，小伙子，他们拜拜呀，要诚心一点呢。不像拜拜啊！我不认识他们的，谁知道他们的搞什么鬼？林警官，又说不认识他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可以去追他了。喂，那他现在怎么办呢？把香拔了，泄那道气就没事了。拔了香会泄气啊？那他……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快走！哇，好臭啊！找估计要搜一搜。株洲的案子有警察找上门了。你碰过的东西老板是不会要的。把头上的血擦掉。我想要笔钱，先躲一躲。有钱，你也没命花。
中にも魔力を知っている者がいたとは。準備。はい。忍者、出ろ。看上去。啊，有车好啊。喂，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艾莉的车，哇，前辈好厉害啊！前辈，不如我拜你为师啊！啊，他的车在这儿，人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应该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边呢？啊，先听他怎么说。你看看，门前双蛇盘踞，面对双柱擎天，阳光难入，雾气聚集难散，阴气凝聚成滩。阴气加湿气，又阴又湿，形成了极地凶葬格。哇，安口啊，我们现在是查案，不是来看风水。你怎么不信呢？如果拿这些当事呈堂证供，法官一定判你去精神病院。我只知道抓凶手，其他一概不管。二三七，站住！那，你现在立刻叫总部，派人来验车，封锁现场。没我的命令，不许乱来。OK？ 哥们儿，这个是命令。喂，你怎么了嘛？你想跟他学看风水呢，还是要当警察呢？你说，你说。我，啊？对不起，师傅。哎 ，uncle， 那现在我以上司的身份命令你替我看着这辆车，来啊！喂，啊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，你快点放我！我一定告你的，我一定告你的。师傅，他不会受伤吧？你老不死的，你等着坐牢吧。大不了换车，来。希望他没事了。你看看，整个花园铺满黑泥，寸草不生。猜得不错，应该是石灰地。石灰应该是白色的，外黑内白吗？真的是石灰啊，有什么用啊？碳粉防潮，石灰防腐，这是中国古代养尸的方法。哎呀，有玻璃啊。嗯，九局一派。九局一派，天下奇门遁甲本来源自中国，在隋唐时代中日两地交流贸易，九局一派就在那个时候兴起的。哦，哎，那玻璃要来干嘛？凝聚雾气，结集日月精华，而达到操纵形势，邪术旁门左道啊。师傅，那就是想不到误入歧途，灵界转入魔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刚才你拿着玉牌去试，发现他们不合适，就表示正邪不两立嘛。我们进去伏魔降妖吧，师傅。啊？嗯。敌暗我明，进去很危险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嗯，又再来啊。啊，
阿狗，你不满意我可以说啊，我回去一定报告上级。如果求神拜佛也能破案的话，不如请道士当警察就得了。哎，师傅，喂，哥们儿，我查到了，苹果甜呢？不是啊，喂，喂，你查到什么呀？我查到业主是开日本餐厅的，是吗？是啊。那待会儿我们甩掉安口，自己去查。嗯，喂，不行啊，叫师傅一起去，安全点。有了他一定坏事。那万一是不是还想当鸡童？走啊！哦。安口，我们去看电影啊！是啊，师傅。咦，你们去哪里啊？看电影啊。我买了东西回来给你们吃啊，吃了再去啊。哦，不用了。我肚子好像饿了。叔叔，叫你不要乱跑。人家知道你辛苦，特地买了东西给你吃吗？哇，是汉堡包。是啊，林警官喜欢吃的。林警官啊，倒杯水给我。哦。案子很棘手啊，当然棘手了，车给撞烂了，案子也没破。师傅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操纵尸首呢？奇门界事业无法，金木水火土，每一样都需要师傅念咒。可是猪猪身上什么都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叔叔，是不是找到那道符就可以捉到下符的那个人呢？多嘴。另外再倒一杯来。哎。哎，走吧，到时候了，走啊，一边走一边吃好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你也去啊？去练房，有线索。有线索，准备当鸡童吧。证据在他头上，抬了出来。哦。火。啊。火啊！他们用的是冰符。冰符？嗯，不错。冰符一进入人体就会融化掉，所以验尸官就什么都验不出来了。哦，啊，安口，你真有一套啊！这么夸张的事你也编得出来？喂，走啊，时间到了。哎、对不起啊，我们先走了。等一会儿，走啊！喂，师傅，走啊！急什么嘛？你干什么？锁住他，省得他碍手碍脚的。喂，不要了，里面很冷的，你先把他冻死。冻什么呀？冻不死他的。走吧，走啊！快把他放出来，放出来啊！查完案就放得出来了，行了吧？我先签个字再走。喂，小心啊！啊！哎、哇！想撞死人呢、啊！
不能想收买人命，射手！开枪没用的，把钥匙拿过来呀！喂，别逞英雄啊！快呀！哎呀，这车钥匙！撞他，撞他！你顶住啊！行尸啊，安口，行尸啊！快爬上去！你别下来啊，他目标是你啊！不会吧？呀！呀！哇，这么厉害！躲起来！我别等我！哎，不是在这里啊！啊，快点走！整间炼房子烧光了，究竟搞什么鬼啊？办案！办案！是死士打井杀呢，还是死士动乱啊？这报告叫我怎么写啊？照实写了，我早就跟你说明白了。不错，可也用不着捅那么大篓子嘛。李警官，是长官，
到底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你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说出来。不要紧的，坏的好的都直说。安狗他很固执，不听指挥，办案手法落后，毫无科学精神，一点优点都没有啊。他是一个好警察。你说他是好警察？我只是尽我的本分。你刚才说他固执呢，可是他有原则。又说他办案落后，可是很有效果。他毫无科学根据啊。这件案子根本无科学可言的。那你是相信他了？我不信他可能已经没命了。他是我救命恩人。说完了没有啊？说完了替我把衣服拿出来吧。好，你们俩既然一条心，我大不了不吃政府饭，我决定支持你们。是长官。喂，你救命恩人的衣服啊？你喜欢吃面，这碗是你的。哇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谢谢。每顿吃饭都要分菜，太麻烦了。那就一起吃吧。好啊，大家一起吃饭，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其实一起吃饭好像一家人一样啊。对啊对啊，就像一家人那样真诚合作，这件案子很快就破了。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匪徒，你们两个根本没能力对付他。以后一切听我安排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谢谢师父关心。不是你，我是说他。噎着我了，我进去喝点水。喂，怎么了？叔叔啊，林警官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你知道这块玉有什么用吗？辟邪了，是叔叔的护身符吗？嗯，有谁有需要就给谁了。我明白了，叔叔。哥们儿，敬老是应该的。知道了，这口气我忍了。这是啊，叫我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会儿啊，很快回来。什么事啊？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你出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又找林警官，什么事啊？叔叔其实很关心你的，这块玉牌可以辟邪的，带上它。嗯，老实说啊，如果这块玉是你叔叔给我的，我可没什么兴趣。不过如果是你给我的呢，我就当是定情的信物了。嗯，啊，你讨厌。哎，失败。再见。哎，这块玉不能放口袋，要诚心诚意的挂着。安口，你说了我会照做的。早。嗯，师傅，今天去哪儿调查？今天哪儿不用去，你上去替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到处跑。哦，师傅，你去哪儿啊？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喂，哇，喂，穿得那么漂亮，喝喜酒啊？啊？你小子不用那么风骚，你以为我一定输给你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那个业主名下有一间日本料理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别让uncle小看我们不能办事吗？去看看啦！喂喂喂，干什么呀？师傅林总吩咐下来的，叫我看着你，别让你乱跑。哦，警察部门没了他就不用办案了啊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车钥匙拿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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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怎么老抬杠啊你？拿来呀，拿来呀！哎呀，
说不去的？怕你撞坏我的车啊？啊？走。请这边，请坐。怎么了？看什么呀？你觉不觉得那个女的好像有点古怪啊？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餐厅那个女的一样啊？哎，这样就不用怕了，是吧？你有，我没有啊。哎，还是别搞了。查下也查不到什么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喂，走什么呀？走，坐下。我们现在查的是毒品案子啊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一打开了门，就有几条隧道，那些制毒公安跟你说 ：“Hello， 你来抓我。”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啊，干什么呀？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聊聊了。我都不认识你，有什么好聊的？我也不必拐弯抹角。哎呀，是不是自找的？我早跟你说不是麻烦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。喂，乖。本来我们河水不犯井水的，如果一定再斗下去的话，会两败俱伤的。不如喝杯酒，慢慢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了，我们和气生财，那我们一言为定了。我们走，走啊，走。两位就这么走，好像缺少一点诚意啊。诚意？什么诚意啊？中国有句古话，身体发肤受诸父母，我断法为誓，毁约者就如此法。诚意，诚意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发肤受诸父母，哇！快点，身体发肤受诸父母。别动啊！别动，快打电话！哦，原来高手另有其人。やりますか？
誰かが迎えに来るはずよ。私はその人に会いたい。想办法啊。师父，我们刚才我知道他中了妖术，寒气攻心。那有没有得救啊？有，人有三把火，只要三火汇聚天灵，再逼近他的血管，产生热量，使他血气活腾，那寒气就自然会消解。可是他没有知觉了。你有啊。我闭上双眼，集中精神。 我不行啊。我会帮你。师傅，他发胀了。好 baby， 再来嘴里施了法啊。这块东西会冷缩热胀。来，头不要离开冰箱。你搜索我就马上来救你啊。叔叔，他心脏好像停了，那怎么办？没事的。拿能烧的东西把门口封了。Thank you.
我不是道术中人，这镜子对我是没用的。看了吧，不炸死也压死了。喂喂，干呐！不是他。
啊！啊！把我拉上来，师傅没死。师傅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Uncle，我们看看脸怎么样？啊。尽量不要接近这些东西啊！师傅，下次来我带你四处逛逛。哎，快点啊！师傅，这什么规矩啊？走过要跺两脚的。我的鞋有沙吗？疼。你那只鞋子还有沙呢。上床了，再见。有空我回去看您的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啊，叔叔啊，我漏了个随身听在林警官家里，我坐下一班车回来啊。接着，帮我看着他，晚三天回来。答应你。走。再见。师傅，我去陪您三天呢、啊。喂，帮我请三天假，三天行了。你这小子，这次最精了！再见！再见！
在收看的是新卫 HD 电影台。